第四课，看月食。生词。月食，月食。吞，吞。脸盆，脸盆。木棍，木棍。是的，是的。悬挂，悬挂。遥远，遥远。镰刀，镰刀。钩，钩。消失，消失。吞没，吞没。铜，铜。哀，哀。到底，到底。遮，遮。照射，照射。恢复，恢复。录，录。看月食，报纸上说，今天晚上有月食，8:10开始。奶奶笑着说，现在叫月食。我们小时候叫天狗吃月亮，人们担心天狗吞掉月亮，就拿着锣啊，脸盆啊，边跑边用木棍敲。敲着敲着，就把天狗吓跑了。妹妹听了，眼睛一眨一眨的，不太相信似的。吃过了晚饭，爸爸对我们说，咱们看月食去吧。他带着我和妹妹出了门，来到河边。圆圆的月亮像大玉盘似的悬挂在遥远的天空，银光洒在水面上，河水闪闪发光。妹妹高兴地说，姐姐，今天晚上天狗不会来了吧？他的话刚说完，月亮就变了样子，好像被什么咬去了一块似的。慢慢的，月亮成了弯弯的小船，接着像镰刀，像眉毛，像弯弯的细钩。天色越来越暗，一会儿，细钩消失了，整个月亮被黑影吞没了，只留下一个红铜色的圆影子，像一面锣。妹妹紧紧地挨着我，轻轻地问，姐姐，月亮真的被天狗吃了吗？它到底还能不能再出来？爸爸微笑着说，别担心，月亮并没有被吃掉。它只是转到了地球背着太阳的一面，太阳光被地球遮住了，不能照射到月亮上，就形成月食。等到月亮转出地球的黑影，它就会恢复以前的样子。过了一会儿，月亮果然又露出了弯弯的细钩，接着像眉毛，像镰刀，像小船，夜空越来越亮。最后，月亮整个从黑影里出来了，仍然是圆圆的，像大玉盘似的挂在天空中。月亮像大玉盘似的，狡猾像一阵风似的跑远了。天上飘着鹅毛似的大雪。他到底是哪国人？你到底想不想跟我去？老师想知道他到底为什么没来上课。嫦娥奔月，传说嫦娥是后羿的妻子，她非常美丽。当后羿帮助人们射掉天上的9个太阳后，王母娘娘送给她一颗仙药，吃了可以长生不老。后羿让妻子把仙药收好。
嫦娥趁后羿不在家的时候，把仙药偷偷吃掉了。她吃了仙药后，身体越来越轻，无法控制自己，渐渐地飞离了地面，飞向遥远的太空。后来，嫦娥飞到了月亮上，那里有一座寒冷的宫殿。他就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住了下来，永远也不能回到人间了。月亮、月光、月球、月食、木头、木材、木板、木马，到底、到处、到来、到达，消失、消息、消灭、消化，报告。报到，报名，报警。盆地，盘子，消息，悄悄。远方，运动，钓鱼，钩子。同学，同源，露出，路上，恢复，灰色。刀子，力量，咬住，饺子，地下，低头。遥远的太空，弯弯的小路，圆圆的月亮，气沟消失了，身体恢复了，要吞没了。他好像睡着了似的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。初春的雪花飘落在地面上，很快就消失了。暴涨的河水很快就把这个小村庄吞没了。喝口水，把药吞下去。看看孩子们这么懂礼貌，妈妈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挨着门口的那个座位是小强的。今天叔叔要来家里做客，放了学他就拽着弟弟往家跑。阴天了，乌云遮住了太阳。他原来住在一个遥远的小山村里，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快。那只小猫像小雪球似的在阳台上滚来滚去。这个房间的墙白得像雪似的，真干净。那个打太极拳的老爷爷穿着练功服，胡子又白又长，跟神仙似的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想不想参加？你知道他到底是谁吗？他怎么像鬼似的，一会儿就没影了？他到底是哪国人？月亮像玉盘似的，他跑得快。一眨眼就消失了，他身体恢复得很快。你看过日食吗？你知道日食是怎么形成吗？其实，日食和月食形成的原理一样，月食是太阳、地球和月亮运行到一条直线上所形成的。同样，日食的形成也是太阳、地球和月亮走到了一条直线上，只不过三个星球的位置不同。形成日食的时候，月亮不是背着太阳，而是走到了太阳和地球的中间。太阳的光被月亮遮住了，照不到二地球上来。这就是日食。日食有三种，太阳全部被月亮遮住的时候叫日全食，太阳的一部分被月亮遮住的时候叫日偏食，太阳中央的部分被月亮遮住的时候叫日环食。日食都发生在农历初一。日食的时候，太阳、地球和月亮的位置顺序依次是太阳、月亮、地球。日食一共有三种，
太阳中央部分被月亮遮住的时候所成的日食叫日全食。再见。